呢度講呢啲咁嘅飯壺啊，以前咧70年代啲人係用呢啲咁嘅飯壺啊，入邊呢個咧係一個玻璃膽咧，抽咗真空嘅，就倒咗水銀，咁啊將個熱力反射翻喺入邊咧，就保持佢嘅飯夠暖嘅。即係譬如8點鐘翻到工場啦，12點鐘食飯咁啊，4個鐘頭之後咧，保住嗰個温暖去食到啊嘛。不過唯一唔好咧，佢如果你拎只瓦匙羹一坑咪啦，坑碎咗咧，個壁就爆炸嘅。咁啊，一定要用只膠匙羹咧先得，因為膠嘅軟性啊嘛。